上次补完这边回去还好吗？还好，那你阿大大你看呢？等一下，阿姨看看阿大大。阿大大，不动哦。他超厉害的，对不对？轻一点，看他那个嘴很活泼。嘴巴闭闭，闭闭，闭闭，嘴巴闭。嗯，还好吗？有状况吗？你要跟奶奶比耶吗？还要照相？等一下，你看奶奶啊，你看我干嘛？我长得像奶奶吗？不会吧？往上爬。Go。好嘞，往上爬。谢谢。头往这边转，眼睛闭闭。谢谢。深呼吸，我数到三，一，呼吸，鼻子有呼吸吗？小鼻子呼吸，对，很棒。二，我可以数三了吗？可以吗？那你先不动哦，你先不动，我看一下鼠虫睡着没。我刚刚数过二了吗？数过了，好，谢谢你。来，安安，好。对，这边没有，对不对？一个小时以后它会变得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不要一直去戳它 ，OK？ 可以吗，姐姐？这样还好吗？这两颗、三颗、四颗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要弄后面这两颗中间，好不好 ？OK。我冲冲水哦。因为你等一下要看，你知道。冲冲水，自己冲水，自己帮牙齿冲冲，好吗？放轻松，嘴巴张开，眼睛闭闭，没有怕水冲到你。嗯，别害怕我张了。你觉得水超热的？放轻松，眼睛闭闭，我不要。什么？怪怪的，你的灯上位要往哪里？先借我过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哦。哈，妈妈来，黄黄的中间，嗯，应该知道妈妈新灯进来接一颗，嗯，这边黄黄的。妈咪，我跟你打电视呢，妈咪。痛吗？我刚刚也是做一模一样的，嗯，有痛吗？没有啊，眼睛张开，这个没有可怕，你自己看，我把黄黄的刷掉啊。要不然我都没有办法把瞳孔补起来，是不是？看到变白了没？自己拿起来看，你没有在看啊？有没有变白？很白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那我要把它补起来咯，好吗？好，镜子借过。什么？这样会痛吗？有痛吗？对呀、啊。不漂亮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好嘞，这个不是打针，你可以看，这是沐浴乳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还好吗？这个没有痛啊，你自己拿起来看。你现在嗯，都是有痛吗？这颗补好了，对不对？大概这一颗啦，是吗，小美女？你，眼睛闭哦。二盒里面有一支火柴棒，你拿去求好。用不完了。嗯，好，好，好吗？嗯，不，放这边，这边。放，放。还好吗？你去咕噜咕噜睡喽，好吗？再给我，再给我，嘴巴闭闭，嘴巴闭闭，还好吗？去漱口，可以吗？镜子还给姐姐。好，好。往上看，拿一个。